抓住你不要。
师说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高山低谷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各样的艰难挑战。谢谢你，主啊，当我们回首过来，主啊，一切的路径都滴下之油，都有主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再次的为今天蔡淑娟姐妹的纪录片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让这个纪录片，主啊，深深的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来遇见主，让我们看见你所重用的使女，怎么样能够来在患难中，主啊，依然紧紧的抓住你，主啊，越活越精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这个时候按着你的教导，我们如此同心的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时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都